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孖宝游世界。好了，今日的呢个直播呢，就我哋有现场观众就有啲留言就话似返返去欢乐今宵。係啊，大家睇咩都上面右上角请鼓掌啊，见到陣间佢。係啦，咁就欢乐今宵有几个特色嘅，其实第一就係甩漏啦。第二就係咩呢，就係嗰啲叫做大白鲨啊，嗰啲即係林建明同啊卢海鹏啊嗰啲，就永远嗰啲 get 呢都係临时度出嚟啦。如果唔好笑嘅话就用笑声嚟遮丑。我、哦、呢、這個我哋好擅長嘅，係啦，咁特別係有啲吳君如嗰啲喺嗰度學出嚟嘅，即係嗰啲人唔好笑咪喪笑咯。哦，你跟住咪楊千華咯。你嗱，我就電台出身嘅，咁、啊、大家如果講吳君如咧，一定會記得佢有一個商業二台有個節目，哇哇哇哇哇打到嚟。誒、欸，我記得，因為當時喺商台嘅走廊裏邊咧，我哋喺呢邊做緊光明頂，我同陶傑，佢又同李力持喺嗰邊，係啦，就是、做緊哇哇哇打到嚟。但係我想同大家講，佢同李力持嘅人工，李力持我唔知道，吳君如嘅人工係高，我哋高我哋幾倍嘅，梗係啦，甚至我都唔知幾倍添啊。咁呢個世界係咁樣噶啦，你咪唔滿意啊？如果咪諗到，準定要嘅。咁咪等於周星馳一樣咯，其實就係知識就唔值錢咯，呢啲先叫做畫啊嘛。係啱啦，唉，所以唉，真係好唏噓啊！即係嗰陣時，哇哇嗰陣時最中意咩咧？就係講到咁上下就笑一分鐘，唔知點講耐啦嘛。即係去到呢個位。呢啲即係話，咁就笑咗一分鐘，咁咧就開始即係消磨咗個時間佢，咁啊大家應該都好記得。啊，不過你講開呢、這、一個吳君如同李力持同阿周星馳嘅關係都相當密切。咁啊，如果大家有記憶嘅話咧，有套嘢叫《喜劇之王》。咁、嗯、喜劇之王咧，李力持導演曾經咧係李力持導演，周星馳同李力持導演嘅兩個即係合作嘅導演嘅電影啦。咁啊，商台幫佢搞咗次叫做《喜劇之王訓練班》，即係提拔啲演員啦，其實係演員啊嘛，係啊。咁啊，搞到就好似我哋咁咯，就係、是、呢、這個《歡樂今宵》咁樣就揾人 casting。咁當日咧就揾咗即係有兩個人出咗嚟啦，一個叫做李思捷，又叫林子善啦。咁啊，亦都有啲 show 啦。咁啊，其實商台嗰時同佢個關係好密切。咁所以你話，咦，周星馳、李力持、吳君如咧，你可能會將佢歸為同一個類別去睇啦。咁啊，講李力持之前咧，咁我哋都要回應一下呢、這、一個網上邊嘅，即係嚇呢個一路 YouTube 咧睇嘅。的留言嘅，咁咧就話喂，頭先我講到呢個就係呢套啦，拎翻出嚟先，係、啊、呢套，咁咧就有上海灘賭聖，上海灘賭聖，咁咧有朋友咧阿做 N 摩咧就話。是不是做 handball 啊？啊，唔係喎，阿身體力行 Oliva 咧就話咧，女梁偉語亦都唔錯嘅，喂，梗係好嘢啦！而家哇，你有冇睇嗰套射雕嗰套女梁偉？哦，一燈大仙，哇，好睇啊，係咪先？成套最好睇、啊、但係我中意黃蓉喎、啊，係嘛？你一同係嘛？我其實比較中意呢啲香港嘅演員，其實嗰套嘢都係香港電影、香港導演拍嘅喎，射雕。似啦，個風格係似啦，似香港導演，有少少以前 TVB 嘅感覺嘅。有，因為阿黃藥師就係阿苗僑偉嘛，係掂曬啦咁。咁啊，有啲人話：，哎，要星爺扮詹基利咧，最失敗啦，做 N 模咁啊，咁樣講啦咁。咁啊，呢個都我哋都認同嘅，即係呢個，即係你話。即係你話佢去扮嗰樣嘢咧，其實佢百變星君入邊就係扮緊詹基利啦，咁但係即係好明顯就係唔得啦咁。嗱，但係我覺得其實黃晶係快刀手咧，所以變咗咧就有七日仙嘅味道。係嗱，你留意一下百變星君咧，其實係有七日仙嘅味道。整蠱之王、整蠱專家古晶咧，其實都有七日仙嘅味道嘅。即係佢第皮第一幕啊成灰安咧攞個廁所彈咗出去啊嗰啲咧，其實係好笑，不過甩漏多嘅其實，因為嗰啲裏邊嗰啲特技係好騎嚟得好緊要啊其實。而家你嘅特技好精彩㗎，你覺得唔好睇咩？嚇、啊！佢個變咗支牙膏啊，大佬啊，大佬，你真係當人傻嘅咩？我哋都整到啦，咁咪好咯，嗰啲咪好睇。咁如果我哋城寨都可以拍電影啦，如果係咁。好啦，嗱，阿細良又問咗個問題啦，請大家咧可以回應一下。你覺唔覺得城寨需要拍電影 ？OK 啊，由阿細良做導演，扮翻阿周星馳，你俾你揀啦。你想做周星馳啊、李力持啊、定劉鎮偉、定谷德超、定黃晶？如果我城寨拍電影嘅話咧，我肯定就唔係我做主角，我哋一定係要揾翻呢啲黑鬼德啊、鹹球啊、三華真啊做主角，真人版啊一定收得。你問我係嘛？係啊。虽然有网民话蒙眼坚啊，似呢个燕南天，但我不会拍嘅。OK，
OK， 系啦，我哋又嚟哈哈哈咧，又算数啦，系咪 ？OK， 好啦，除咗招呼网上观众之外，招呼下现场观众先。我哋话晒呢个都系叫做城寨喜剧之王训练班嚟嘅，其实大家以为做现场观众咁简单啊？错啦，要讲嘢嘅，其实我哋物色紧未来我哋嘅接班人。系啱啦，系啦，呢、這个李思捷同埋林子善就喺在座呢啲里边出现嘅。而我亦都见到呢一个王晶啦、刘镇伟啦、李修贤等人喺度嘅。OK， 咁啊可以咧，各位一众大导演咧可以讲。我想问下现场观众，如果俾你拣一个导演同周星驰合作，你觉得出嚟嘅电影最成功，你会拣边个？或者你覺得哪一套是哪一套你覺得最深刻的？最深刻的是為什麼這麼好看？有沒有？嗱，有個麥在這裡，大家試一下吧，試一下吧，請來請鼓掌一下，是啊，現場觀眾啊，試一下，試一下，你快試一下，沒嚇，不沒所謂，沒嚇啦，我們的左膠觀眾很包容的，大愛包容的，大家講到一嚿嚿都沒所謂。喂，如果不是Lance就爆你支麥了。David Lin說拍粉紅影畫，什麼叫粉紅影畫？日活出品的這些叫做 Romance Porno哦，即是说软性的色情电影。哦，咦，是的。那最近呢就日本就向日活致敬呢，就拍了一系列的这些粉红影画的新导演的作品来的，其实。是。譬如日本一个很新晋导演袁子温都拍了一些向这个日活致敬的这些叫做 Romance Porno。那就如果是的话就要找你做主角了。我何得何能呢？我一定是你的嘛。Romance Porno 不一定是异性恋的，可以是同性恋的。咦，都是要找一个朋友仔一起拍的。那就不如找 Lance 了。好了，即是说喂 Pan 啊，现场观众。啊 ,Pan 不到我们的镜头。哦，崩。吓、啊，即系中学咁样行出嚟，揸住支麦喺个镜头住，咁又唔系，咁又好似唔系欢乐今宵噶咯喎，欢乐今宵后边即系讲嘢噶嘛。阿 Lance 帮我递支麦，最开嗰、那个。系。系嗱，呢啲唔使怕丑啊！你讲下你最中意边套周星驰嘅电影？唐伯虎。唐伯虎点秋香。阿萧生话唔系佢编剧噶喎，其实。唔会啩？李力持噶，佢话系，佢有份俾桥。是啊，大橋啊，或者你覺得《唐伯虎點秋香》哪一個場面你到現在還一見就即笑呢？鬥慘啊，跟梁榮忠，即是小強，是小強啊，賣身入華府那場，還有那個四大，四大人物，四大其實那幾個，不過我都認同的，其實那幾個演員呢，即是什麼東任，什麼西戰南下、北執，其實那幾個，有一個是劉石劉石賢、啊啊、東任那個是一個相當之有那個肥仔嚟嘅戲劇，即係表演能力，即係一個好演員嚟嘅。因為我 personal 我見過呢個人，好有禮貌。有一個好似係拍大內密探零零發喺紫禁之巔裏面有份參與決戰嘅，係係係啊，好似係西門吹雪啊，係西門吹雪，係啊，好似北濕就係西門吹雪。係咁，所以其實咧，你識假打欣賞你啊，嗰幾個其實係一個好演員嚟嘅，嗰幾個。但你睇呢套周星馳呢套電影，你覺得係咪揀錯女主角呢？即是拱你做呢個秋香，格格不入咯，係完全格格不入。如果俾你揀，你會揀邊個做呢？揀翻本地女星嗰啲，矮矮細細咁咯。吳君如唔係嘛？唔係吳君如。朱茵，朱茵好啲。朱茵都 OK。朱茵做秋香，係啊 ，OK。但係秋香係好高傲嘅喎，唔係嗰啲嬌滴滴嗰啲細細粒嗰啲嚟。我之前可以扮到嘅做演員嗰啲。其實我心目中，我覺得揾邱淑貞扮係 OK 嘅。其實邱淑貞建寧公主喺《鹿鼎記》裏邊咧，同阿韋小寶咧，我覺得係有戲交俾佢嘅。其實係即係做到嗰個大家即係交流啊，做戲嗰陣時係。咁就另外咧，傳個麥俾隔離一個啦。你以為做現場觀眾咁順攤啊？Hello 你好啊！我覺得最 impress 到我都係食神啦。咁個原因都係之前你講我即係提及過嘅原因啦。好反映我嗰年代種泡沫缸感覺。佢即係當然呢個感覺第一啦。睇你一身打扮都係一個中環翻工嘅人，所以咁中意食神。同埋佢裏邊有講啲對白都係好多都仲記得啦。甚至乎我而家譬如搭車經過海鮮房，我都諗起最尾嗰場戲。就是、都是食神歸位，係啊，就係嗰場戲啊。但係啱啱你講到樣嘢，我又令我醒起，周星馳有啲電影咧係會冇咁 impress 噶。譬如啱啱你講嗰個《百變星君》啊，即係如果你唔講起嘅話，我都唔記得。當然係有套咁樣嘅戲。你問我中唔中意呢套戲咧？我中意喎。嗰陣時讀書嗰個年代係即係都有睇嘅，都睇，即係後屘出碟都有睇翻。但係你問係咪有咁 impress 咧？但係又冇咁 impress 嗰種感覺咯。嗯 ，OK， 即係呢個睇法都幾啱。阿細良啱喎。
食神呢是李力持和周星驰的作品、嗯、就有别于刚才我们讲话即是刘镇伟即是自己去担正去做导演的一些作品。其实他周星驰几时开始去执导呢的资料上就说国产007呢是他第一部自己的即执导 的,、嗯、即的电影。但是我看下去呢其实他第一部执导的电影我就觉得未必是这一套了。即我觉得你说唐伯虎里面、表面上是李力持是一个导演。我觉得李力持坦白说即是我不 是, 是, 不是政见的问题、啊這個。我觉得所谓跟李力持合作的呢其实就是周星驰度完之后李力持去執行。所以你看到所以为什么那些戏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周星驰是踢箭头嘛。嗯、所以那套戏不是很出咯史提芬周的角色。你想想食神到尹天仇喜劇之王是吗李力持所有執導的包括唐伯虎到周星驰都是即是演出光芒四射的、嗯、他那个角色是完全呢你想想他唐伯虎由头大到尾的真的、嗯、怎知梁咏忠那场啊 他有一幕啊你记不记得呢他在那里自己独白啊在好像粤劇里面啊那些靚翅白那些不是說在那裡敲碗那場、嗯、是吧他要夜晚黑準備去潛入秋香那裡的時候、嗯、他就自己在那裡說接著就撞到南韓北塞的他就自己那種是一種粵劇的表現方式來的是不是說 rap 那段是吧他們想想他所有這些場面的設計你問我是周星馳才想得到的那些東西是不會是李力持李力持是編劇無線編劇但是能夠在這些傳統的粵語片裡面找那個創作的那個的即是創意呢這個是周星馳的風格來的嗯嗱、李力持是什麼人呢咁我諗而家大家都會記得的呢就是佢一個好有政見的人啦、啊、,ok? 咁但係其實我哋要講返轉頭嘅時候呢李力持最初拍周星馳不再用他之後就唯有跟著共產黨賺食咯如果周星馳請他就少了一個藍絲導演啦這個是周星馳的責任那請周生即考慮再考慮請他拍套兒童那些什麼動畫卡通片咯、啊、都是好的嗱，李力持是一個、是先在亞視做編導開始做了三年他跟當時最有名的劉家豪監製就一起就是過了去無線劉家豪很厲害、okay? 也都 在無線嘅時候咧，即係 TVB 嘅時候咧，就同呢個周星馳咧係有即係、就是、有接觸，咁啊開始咧就係、是、大家就一齊去做一啲嘢。咁啊，佢話佢哋話喺工即係呢本書咁講啊，佢話工作之餘，生活上嘅交流越嚟越有默契。例如1986年嘅時候，佢合作第一個單元劇叫做《哥哥的女友》，咁跟住就他來自江湖，然之後咧就係、是《蓋世豪俠》。咁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就係、是、亦、都開始有其他嘅執導嘅電影，一套叫《情聖》同埋《龍的傳人》嗱，《龍的傳人》咧，大家都有啲印象嘅。龍的傳人咪喺呢個大澳拍嗰度啊？龍的傳人係咪大澳拍嗰套啊？打士碌架嗰個咯，士碌架，我就係記得最後有韋德啫。呢個韋德啊 ，Jimmy White 打呢個士碌架比賽。係啦，咁啊，《情聖》咧就係講佢，如果有啲印象咧，哦，《情聖》係周星馳，君係都係袁華好似。是啦咁就话就扮有钱潜入去就叶子薇嘛係啦。係你只记得叶子薇嘅啫。一定记得叶子薇嗰度戏。咁呢就扮有钱女嘛叶子薇。係啦。咁所以呢度电影入面呢本书入面呢就咁讲话喂佢點樣形容刘镇伟係良师也是益友。咁我都觉得啱啦即係其实、嗯、即係刘镇伟帮周星驰先生向前行咗好多步啊咁样。咁呢度咁样形容佢係絕佳拍档大家又点睇呢刘镇伟李力持，李力持，絕佳拍檔呢個四個字啱。大家撇除政見啊，雖然大家都對佢政見好有意見，特別係當佢上下成日偷人啲圖咧，好有意見。有冇人？係有冇人認同佢係絕佳拍檔？千祈唔好俾佢藍絲嘅呢個背景所影響啊！放心，唔使驚啊，佢冇呢度冇見到嘅，係冇見到樣，唔使驚啊，大家。我覺得嗱，我自己咁睇，我覺得李力持係似吳孟達。嗯。吴孟达之所以能够成为周星驰合作咁多套电影的一个配角呢是因为他是就着周星驰来做配角的。嗯、他不会抢周星驰的戏。他是周星驰有反应他就给反应那种。我觉得李力持也是一样。如果我就是说我开始讲如果个导演本身已经有很强烈的风格呢就是等于这个就是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嗯
所以你見到、有些合作了很短時間就沒有的，譬如賭Sir啦，或者是陳家常啦、嗯、其實陳家常很成功的《逃學威龍》，是吧？《逃學威龍一》是爆得很厲害的，其實是是吧？個題材新穎，然後跟住你知啦，卧底不嬲都有啦，香港即係喺警匪片裏邊、嗯，但係入去學校做卧底，仲要係嗰班學生裏邊咁騎呢，有呢個黃一山啊等等呢啲，咁所以我覺得，但係好快去到武狀元蘇乞衣之後就冇再合作，係係啊，咁點解咧？所以我就話你一定要就住周星馳嘅人，佢先至可以發揮得到佢最強嘅地方嘛。係，而我覺得就得到嘅其實係阿李力持。因為李力持好像你咁講啦，佢就係根本就係《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嗰個李力持嚟噶嘛，係係嘛？星爺你話事啦，星爺你話事啦，佢喺片場裏邊發哥，發哥冇咗你唔得啊，發哥咁樣，咪咯？所以你有咁樣嚟一個，好多人批評佢話佢冇人性、冇人情味，虐待演員、唔顧念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全部只係歸結一個原因。周星馳呢種演員，如果佢唔係獨裁嘅話，佢唔會成功。嗯，你諗到㗎，一個喜劇，如果嗰個喜劇係集體創作，冇可能成功嘅，係嘛？因為嗰樣嘢係好個人化嘅表演嚟㗎嘛。如果即係差你識係啦，如果佢一種以嗱 Jim Carrey， 我哋唔中意睇，但係佢都係好個人化嘅演出嚟嘅。但係咧，我覺得佢係好浮誇，即係好點講咧，好尖鋭文啊！詹瑞文那種是不 last 的，原因是什麼呢？他靠形體動作，男人之苦做了這麼久都是那條橋，都是男人之苦扮女人，是吧？沒了，是的，就是那條橋。那 你只可以在電影裡面做如花的角色而已、嗯、但是你想想周星馳由早期賭聖一路到西遊記一路到功夫的周星馳，他是不同時代，他對自己的要求都不同嘛，所以他一定是一個很強烈對自己有意見的人，亦都對自己要求好高嘅人，咁、嗯、你死啦！一冚埋嗰個風格強烈嘅導演嗰度、嗯，所以我就話《西遊記》最新嗰輯，即係舊年好似係嘛，賀歲片嚟嘅應該。佢同徐克合作，大家都好大期望，但係出嚟好失望咯、啊。我覺得真係好彩，我係買老翻嘅啫。咁即係你覺得佢擔正曬就 OK 啦，即係佢決定曬做導演。嗱，我覺得佢係一人球隊嚟嘅，其實。不是其他六業不重要，但你要喂波俾佢入，即係巴迪斯洛特，係啦，即係踢到佢死為止。不過咧就係、是、咧，即係你成隊球隊係以圍繞住嗰個核心球員嚟去 build up 個 team。其實好多成功嘅球隊都係咁嘅。其實如果唔係咧，你砌十一個以為天才球員落去咧，一定玩完嘅嗰隊波，係嘛？個個都以為自己天才嘛，咪、嗯、變咗呢個咩咯？雲高爾帶嚟嗰個荷蘭球員一樣咯，而家去到里昂嗰、那個。哦，系嘛，就扭死波咯，系嘛，即系佢觉得佢自己系要表演啊嘛，嗯，所以如果你要就到周星驰，其实呢个唔系净系周星驰嘅电影，任何嘅创作都系，嗯，嗱，我头先讲过，譬如一周刊啦，好多好叻好叻嘅人喺一周刊嗰度，大家当佢哋系一个所谓嘅笔神，嗯，陈式之啊，屈永贤啊咁样，写人物故事好出色啊，图片故事好出色，但系如果你冇咗其他嘅嗰个 team。以你為主去配合你的編稿呢，你一定玩完、嗯、即是說砌稿的要發揮自己作為一個平面設計師那種的角色，他做出來就是什麼呢、嗯、這些就叫多嚿魚咯、嗯、你明白嗎？五顏六色，那些標題有那麼字，那字有那麼花巧，得那麼花巧，內文無厘頭反白字，那你的 mood 怎麼出來呢？但是設計師要表演了，好了，到 photo 要表演了，那他怎麼表演呢？哎，他跟你拍張黑白相回來，是吧、嗯、明明那個故事是很開心的、嗯、然後那張開板相拍到好像鬆玉蒙，好像拍沙龍那樣、嗯、那你就撲街了。跟住好了，跟住到那個最後尾砌稿完之後呢，到編審了，最後尾審稿的總編輯呢，啊，頂自己加啲嘢落去、嗯，覺得你的煙草不夠爆炸性，嗯、然後呢自己看完你編稿自行演繹，咁、嗯、你最後尾出嚟個編稿一定是垃圾。這個就是其他雜誌所做的事，但是如果你明白肥佬禮當年成功和周星馳一樣，你一定是要圍繞著那個靈魂人物，然後將他最好的東西發揮出來，這個就是我覺得做任何創意產業、嗯、無論是電視、電影或者是踢球都是、嗯、那個道理來的。其實所以你問我誰是好導演，只有一個標準，
不是因為你有個導演風格吳宇森放白鴿，你記唔記得喜劇之王裏面咪笑吳宇森咯？李思捷啊，李思捷嗰個角色其實係嘲笑緊吳宇森啊嘛，頂套套戲都放白鴿，係啊嘛，係嘛，係就係話要表演啊嘛，個導演要表演啊嘛，要有一啲色力場，我哋叫做好似佢簽咗個名喺度睇到戲裏邊啊嘛，所以咪放白鴿咯。周星馳就係唔中意嗰種導演嘅風格 overshadow 佢啊嘛，因為我先至係個主角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邊一個令到周星馳發揮得最好嘅，我覺得就係好導演，係即係冇乜諗法嘅，唔係反而調翻轉，唔係導演風格最強烈。嗱呢個就係 S 嗰套戲啦。但係呢個導演會喺香港嘅電影史裏邊咧係一個 nobody 嚟。因為佢嘅角色同孟達第一樣，佢只係一個綠葉，係令到周星馳可以完全發揮。所以呢個就係李力持，我覺得。咁即係正如阿細良我一路講嘅就係、是、周氏式嘅電影咧，或者周星馳式嘅電影，點解一路都冇人去發掘？就係、是、其實佢係超越咗一個演員固有嘅框架。佢就係個作者，佢係個作者，佢係個 narrator。咁所以咧，即、就、係、是、香港嘅朋友們，真係要加油！即係阿周星馳先生嘅電影，其實咧，我哋仲有得講落去嘅。你可以咁講，係周星馳超越咗嗰啲導演啊。係，所以你喺後邊，如果你夾 硬要掹住佢後腳喺套戲裏邊加好多自己放白鴿啊，加好多微言大義落去嘅導演嗰度咧，佢就當面就車巴你啦，即刻喺片場鬧你啦，係咪？咁你咪喺背後唱佢話周星馳脾氣唔好咯，喺片場好獨裁咯。冇人情味咯，跟住咪梁思浩出嚟講話拍嗰場打把戲要佢喊50次整蠱我咯，咪所有嘢都係咁嚟嘅啫。我覺得其實啱啱啱，係乜？但如果你冇嗰種咁專橫獨裁嘅性格，嗰、那個就唔係周星馳啦。好，咁我哋問一問，你睇《食神》裏面佢就話呢個位你坐啦。你估到就你估到嘅，你话你坐我个位啦，咁啫嘛，其实嗰、那个咪周星驰咯，我觉得啱啱啱，佢都系其实都系自传式嘅一个电影嚟嘅。我觉得平时讲嘢喺片场就系《食神》里边嗰个史蒂芬周嚟噶，只不过嗰班人换咗做阿大龙师傅啊，换咗做厨师啫嘛。你谂到嘅就系你又插我咪我插你啦。平时佢闹甜筒辉咪就系咁咯。如果你谂到嘅，我俾个位你坐啦，你坐我个位啦，系嘛？即系含住啲烟头喺嗰边嗌好好味啊，系咪？系咯，你含住个甜筒喺隔篱同个领舐干净佢。系嗱嗱，欢乐金消息啊！现场观众有气氛嘅时候，我要问到啲现场观众啊。嗱，周星驰先生嘅电影咧系属于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嘅。咁大家仲有冇边一套系深刻嘅先？哇！你摸舉手啊！你舉手喎、啊，呢邊僆仔嗱，呢、這個邊邊舉手喎、啊。雖然好似係摸緊頭髮，我見到佢係冇理啦。頭痕都出事啊！真係呢兩位，我哋講下先。係邊套你深刻咧？你或者你中意邊個導演嘅都得。我自己個人覺得我最深刻就係同學《逃學威龍一》同埋二啦，係。為何咧？我諗佢有兩三個原因啦。第一，可能個節奏比較明快少少啦。嗰、okay, 節奏。第二就係啲 get 反而係我覺得係 OK 多嘅，同埋估佢唔到會咁樣講啦，係係啦。咁第三可能係佢咁啱就係喺個校園嗰度。咁我嗰陣零一，佢嗰陣時九一九二度咁啊，係。咁我細細個嘅時候睇嘅時候覺得好新鮮。哦，你嗰時喺校園嘅？我嗰陣時幾歲到啊？我就話周星馳好難得嘅，佢嘅電影係跨越。不同的 generation 你想想我哋嗰陣時，我睇緊《逃學威龍》嗰陣時，我做緊嘢啦嘛，已經係。但係佢仲係一個幾歲嘅細路。我未出世。唔好扮嘢啊你！唔好扮嘢。你講緊乜嘢 ？OK， 係好啦。隔離嗰個，你喜歡咩呢？我見你一路都喺度嚇，密密針咁樣嚇。國產007啦。007到依家睇翻都仲係好有味道。即係麗晶大賓館嗰場。麗晶大賓館。陀地定咩啊？係嘛？陀地定北姑嗰場就唔止呢個鏡頭嘅，仲有好多啊！咁譬如打靶啦，係啦，$100人仔搞掂，仲要送埋煙啦，係啊，鐵腿水上漂都走唔甩啦。鐵腿水上漂係咪就係啊？打靶嗰場，你哋前咪做鐵掌水上漂咯，係啊，我俾個導彈打落嚟啊嘛。我苦練幾多年啊？唔記得咗啦。跟住終於三十年嘅苦練，果然好。你明唔明白嗰啲即係喺電腦或者喺手機睇嘅朋友，周星馳電影 work 喺呢度。我哋根本冇出過一張任何周星馳電影嘅片段啊！大家喺個腦入邊啊，自己喺度播緊啊！你明唔明白？所以大家應該係可以用多啲諗來啊。好啦，喂，呢度有個網民話：，西良，你咪就係孟達咯，梗係似孟達啦，點回應？
我是吳孟達，係咁我助攻俾你，我冇可能啦，係嘛？咁你咪周星馳，你坐埋我位咯喎。好明顯我係鹹球啫，即係嚇。唔係嗱，有位聽眾阿希講得幾啱，佢話周星馳即係 C 朗，個個喂波俾佢做神射手，啱我覺得。如果皇馬加利夫巴黎如果要在皇馬立足，他不交波給 C 朗呢，他都會炒埋，我告訴你，是不是先？是不是？如果你即係咁貴收購你回嚟，你以為你是 C 朗啊？其實不是、哦、你是要給波 C 朗入的、哦、都要，因為他才是整隊皇馬的精神支柱來的、哦、所以我說你合作與不合作怎會是因為個人性格孤僻啊、尖酸刻薄啊、孤寒啊呢啲咁嘅嘢？呢啲係表面嗰陣嘢嚟嘅，我覺得係。咁當然可能周星馳都係孤寒嘅，你見到佢同阿俞文鳳打官司都知㗎啦。咁你嗱九十年代嘅電影，你覺得邊一套周星馳電影係最炒車嘅呢？我覺得，嗯，炒車即係話我自己唔中意睇。係啦，即係覺得，哎呀，點會係咁樣㗎？我覺得嗱，百變星君係其中一套嚟嘅、嗯。我覺得因為裏面嗰啲第一嗰套戲就抄得好緊要啦，第二抄得嚟好渣啦，而嗰啲所謂嘅特技其實係歡樂今宵式嘅特技嚟㗎嘛。我就話你大佬嗰支牙膏係夾硬硬 key 落去㗎、嗯，將周星馳個樣 key 落支牙膏嗰度㗎，係。即是这个就是粤语长片式曹达华那种的特技来的、哦。那为什么不得呢？如果我们看回转头，就是他百变星君呢，就是他饰演的李泽星，那其实都好，但是很收得的、哦。即当年都是，即当年收即最高票房的第三位的电影、哦。那为什么即你觉得是炒车呢？即这么收得有炒车？不是，你说得、我觉得整蛊专家呢，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極限嚟㗎啦，即係七日先加呢、這個即係嗰啲嘅炒雜感啊！嗱、嗯，整蠱專家都係炒雜感嘅、嗯，但係我覺得百變星君其實係更極限咯，其實係因為佢炒雜感得嚟俾人睇到嘛，係、嗯、嘛、嗯？喂，大佬你穿曬崩喎、啊，咁、嗯、即係所以我覺得你隨住佢越嚟越多票房，嗰、那個電影嘅投資規模越嚟越大咧，其實慢慢冇咗呢啲咁嘅嘢。我覺得，但係王晶係回堂就係咁啊，佢因為七日先啊嘛。他將那個我想導演費就增加了，製作費就減少了，當然但是永盛，我覺得永盛拍、啊、周星馳呢，永盛肯抌錢的，其實你留意一下，就是投資周星馳的電影裏面，反而呢好、李修賢的電影呢，我覺得最早期那些呢就是小本製作來的，所以呢就、就是、令到我想他兩個有爭拗是有原因的，其實因為他本身的投資規模很小，就是刀仔鋸大樹電影。李修賢我只識公仆的，李修賢佢有一套拍啊張家輝幾好嘅，其實《千年蟲》《化骨龍與千年蟲》嗯。但係咧，頭先咧現場有位朋友咧話有個關於李修賢嘅故事，不如咁啊聽佢講下啊嘛。邊個發現呢個李修賢？係李修賢嘅故事，同阿周星周星馳嘅恩怨，恩怨係點解令到佢哋兩個即係火上加油咧？傳聞咧就呢、這個呢、這個濟公啊，濟公老戲嗰度咧就曾經有一幕咧就係、是。周星馳咧走埋去，我唔記得個鏡頭係咩啦。咁淨係就係話李修賢，我要殺你全家。咁個李修賢咧就係同李導演個名咧一即係好接近啦。咁好似話從此之後咧，阿李修賢導演咧聽咗啲戲之後一興個火事，從此就抹曬面啦咁樣。咁但係我上網 search 翻咧。又的確好似係有李修緣呢、這個呢件事嘅喎，係李修緣，即係古代嘅李修緣咯，係即係濟公變成變濟公之前，好似叫做李修緣嘅佢係，係嚇係咁樣嘅。咁真㗎，佢即係歷史記載濟公嘅真上網睇啊，叫做李修緣，真實性就唔知啦嚇。會唔會係嚟自呢個香港網絡大典嘅咧？誒唔清楚，可以確認下呢樣嘢就嚇。好犀利啊！即係。宋朝咁啊，咁啊，喂，咁啊，李修緣啊嘛，李修緣。嗱，而家觀眾們咧，你哋有 Google 嘅，咁你又成日話我就唔睇鏡頭，係咪睇稿都唔介意啦，一兩個啫嘛，呢啲現場觀眾都喺頭先休息時間做你好長嘅心理輔導啊。係咁啊，嗱，你揾下啦，揾完之後咧，話翻俾我哋聽啊。不過係咁都幾過癮啦，即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不過佢嘅電影入邊咧都有啲咁樣嘅名嘅，我想舉多一個，就係呢一套啦。誒，多咗啲手指，喜劇之王，喜劇之王佢叫咩名咧？叫《雲天仇》。
OK， 尹天仇，咁當然真係有尹天仇呢個角色嘅，喺即係粵語片時代入邊係有呢一個。尹天仇而家唔係都有一個演員叫做尹天仇咯，唔係尹天仇，尹唔知乜鬼嘢嗰個。咁咧，其實佢呢套電影入邊，尹天慈係啦，佢呢一個角色咧，其實就係扮一個。點解叫尹天仇呢？其實跟他扮的角色有關係，那個角色其實他們想扮一個卡拉菲粵語片的卡拉菲，是叫做仙人球，老神仙的仙，人類的人，求要求的求，就是一個在粵語片裏面從來都沒有成功過，亦都為人相當之老，就是這樣穿衫的了，一個死卡拉菲，沒那麼說都是一個特約演員、樣，所以都很多時候都會有這 些名字會其實偏插，所以我說為什麼這些節目長做長有呢，因為周星馳他不是一個學院派的導演或者演員，他是一個什麼呢，是一個很小出來做事，我記得佢阿如花，如花係佢中學同學，就中學嗰陣時經常扮沙包俾佢踢噶嘛，佢就扮李小龍啊嘛。咁就係如花喺一次訪問裏邊講過，佢哋畢業嗰陣時咧就出嚟做咩咧？做喺鞋鋪賣鞋，幫女人試鞋。咁就做如花後屘就去咗做餐飲業，其實餐飲業就即係托嘢啦、托盤啦嗰啲啦。咁就其實都係喺嗰個嘅即係。低下階層的服務業裏面打滾的，其實包括梁朝偉都是、所以呢他們就說梁朝偉其實是周星馳的姐姐，不是周星馳的姐姐的朋友的、然後一起去考訓練班嘛，他還有一個叫戚美珍，四個、都是1962年出世，但是那個年代做演員的是什麼呢，很多時候你見到的周潤發、包括是、陳玉蓮、入去訓練班的呢，其實不是講緊讀過書有考到試嗰啲人嚟嘅，因為那些人是不會入娛樂圈的，入娛樂圈的人是咩咧？一細好細個已經出嚟社會打滾嘅，成功的是咩嘢咧？係嗰種觀察力，同埋能夠將佢喺佢工作觀察力。頭先講尹天仇就係、是，肯定是佢接觸過呢個 Kelly Fair 嘅，佢亦都知道呢個 Kelly Fair 係好 Q 中意教人做嘅。如果唔係，佢點會將佢個創作靈感喺邊度嚟咧？咪就係、是、觀察喺片場裏邊發生嘅事，喺訓練班裏邊發生嘅事，或者佢以前做嘢嗰陣時候發生嘅事。所以我話周星馳喺《食神》裏邊嘅史提芬周其實就係周星馳嚟。如果唔係佢點會觀察到有錢佬啫？嗰、那個世界佢接觸唔到噶嘛？佢喺度孖叉嗰啲友，咪即係佢以前孖叉阿田統輝啊，孖叉嗰啲助理編導啊、執行編導啊嗰陣時候，咪就係咁咯。咁但係你即係帶咗個問題就係、是、好啦，佢自傳式個導演要行埋一邊，好啦，最後嘅時候你會留意由少林足球開始，其實佢就自己咧就揸住個導演威啦。咁你問我啦，李力持最後尾講過一句説話嘅，佢希望周星馳做翻演員。嗱，我就不以人廢言，我覺得李力持呢句説話係有意思嘅。點解咧？因為你作為導演，啲人中意睇嘅係周星馳作為演員啊嘛，唔係周星馳作為導演，導演係 plus。你周星馳退居幕後的目的是令到台前的周星馳成為 C 朗嘛，我剛才說就是任何導演都要圍繞著這個 C 朗嘛，因為入波就是他演戲嘛。喂，我喜歡看個電影是因為周星馳做戲，不是因為周星馳編劇或者導演，所以你看到西遊記沒有周星馳之後，大陸版的周星馳的電影香港是完全不收得，但大陸很收得，Well， 大陸《賭城風雲三》都收得咯，你係唔收得先？係，係嘛？《富春山居圖》即係呢個劉德華拍嘅，拍成咁嘅戲都得啦。係咩戲唔得啫？係，係咪因為嗰啲農民變成嘅城市人口係對電影係冇要求？咁你諗下，你做導演，如果你都變成對導電影冇要求，嗰、那個就唔係我哋認識嘅周星馳嚟咯。周星馳係連一個小人物佢都要發光發亮嘅。係咪喺喜劇之王裏邊嘅周星馳？是要求那連那三句對白他都要講到很精準，一條死屍他都要發揮他的創意，可不可以擋一下先死啊，這個是他自己在訓練班的經歷來的，是絕對是，因為他跟個助導說可不可以擋一下先死，被人粗口問候嘛，是，那你如果他變成是大師的周星馳，那個絕對不會是周星馳來的，所以我們會看到後期為什麼不收，香港開始不太收得的電影，其實去到後期譬如《西遊降魔》或者是《美人魚》的時候，長江七號已經不行了，其實長江七是最令人失望的，是啊，喂大佬，
周鐵 你搞科技嘢，大佬你學嗰啲咁嘅荷里活電影，整個咁樣嘅公仔出嚟，那個公仔第一就核突到不得了，根本就 market 唔到啊，大佬嗰嗰個咁嘅毛公仔。係啊，但係嗰只嘢好，嗰只嘢當年係 icon 嚟嘅喎，喺大陸嘛。香港都係 icon， 有得換啊！你試下而家你個背囊整件咁嘅嘢喺度啦，你夠僵孭住佢出街啦！我諗俾人俾啲學生笑到你面黃，真係。喂，唔係好耐咗呢套戲，但係點解你覺得頭先嗰位聽眾一講到呢個鐵掌水上漂，仲記得三十年功力呢？係咪咁深刻呢？但係你點解呢啲電影冇曬呢啲咁嘅嘢咧？係啦，所以我哋就唔係好明白點解佢自己執到嘅時候就唔得。即係呢個位置其實是香港是一個悲痛嚟，我覺得就係、個原因我告訴你，因為共產黨的中國裏面根本是沒有集體的回憶，有的是不敢回憶，那些東西是不可以講的。而在生活裏面他們有什麼回憶呢？除了消費啊這些東西之外，但我們剛才講譬如粵語片啊、老夫子啊、金小文的漫畫啊，這些是我們的集體回憶來的嘛。但你問大陸難道什麼紅衛兵啊，是不是毛主席啊，這些就是他們的集體回憶咯，你敢不敢碰啊？你敢掂嘅話，我話你星爺好嘢啊！真係跪拜你啊！真係。O K。係嘛？你仲整多一鑊$100打靶嗰場戲喺大陸播啦。啱啱我諗咪調翻轉，將個場景搬嚟香港就得。啱啱有個有個啱啱想講開嘅時候咧，就話呢一幕咧，黃一飛打靶嗰場而家有線都 cut 咗啦。喂，作為你係有線電影台嘅忠實擁趸，你點樣回應呢件事先？咁一啲都唔出奇啊！有線都賣咗盤俾邱達昌啦，邱達昌後邊都係白手套啦，同 TVB 黎瑞剛係一樣嘅。而家香港傳媒好快好快，我相信唔好話一週刊啊。Even 我想慢慢發展下去的話，一傳媒可能都是後面都是會有這個就是被大陸收購的，其實台灣一傳媒等等，這個就是香港的悲劇來的，不是只是失去周星馳，我覺得，而是失去了我們香港的文化的定位。那周星馳都 是收買了，即是收購了的，他不是用政治啦，但問題就是一個這麼大的經濟體吸了進去，這個就是一個即係無可避免嘅，你要維護翻嗰樣嘢，你要好努力，同埋要好多人出好多力，先至維護得到。等於咩呢？日本人，你諗下日本人今日仲有冇人用武士刀啊？冇啦，係嘛？但係諗下點解佢仲有鑄劍師啊？仲有武士刀嗰啲師傅喺度啊？因為日本嘅精英階層係會用好貴好貴嘅錢去買嗰啲武士刀，擺喺佢嘅公司董事長嗰個寫字樓嗰度，或者擺喺屋企。但是呢，他知道他的錢是比起在淘寶買一把武士刀是貴100倍、嗯、但是中國人就會選擇在淘寶買、嗯、你明白嗎？他要個量，他不要個質。但是當你維護一個文化的傳統，你是要整個社會的人都有這種這樣的精神，這樣的思想，然後出很大的力。如果你說為了方便，為了發展，為了各種的理由，一定是 get rid of 舊的東西，因為那些是左頭左勢嘛。所以你說香港人為什麼不開心，其實點不是只是因為大陸的政治融合那麼簡單、嗯、我覺得，而是因為他們會看著自己我們成長以來那個的所認識的香港文化一步一步消失嘛、嗯、其實周星馳已經是消失在香港人的眼前的了，已經是消失了。你見到的只是他跟于文鳳打官司的新聞而已，你見不到他關於他電影製作，關於他再在香港 casting 演員，還有沒有喜劇之王訓練班、嗯、他在大陸 casting 啦，係嘛啲人？跟住你看看嗰個美人魚嗰個女主角，我都不明點解揾個咁嘅人做女主角嘅、嗯，其實係完全係冇女性嘅吸引力嘅，係係嘛？除非係投資者個女嚟嘅啫，最大可能，或者係投資者嘅情婦。大陸戲、大陸嘅電影圈就充斥住呢啲咁嘅嘢啦，即係嗰啲等於呢個歡樂滿東華同埋呢個星光，跟住個審查嗰、那個嗰、那個審查嗰個官可以話俾你聽點改劇本嘅，嗰、那個就已經唔係周星馳啦。係，係咪先？一個咁嘅蛋散，唔識字嘅蛋散，只要佢係喺呢個負責電影審查嘅新聞出版總署做嘢嘅話，佢就可以你識飛啊？咪就係好似打靶嗰場戲咯？你練功30年，鐵掌水上漂又如何啊？係嘛？少少一個文化部嘅官僚就可以 ban 你套戲啊嘛？咁你投資者點保障呢？咪唯有將周星馳嘅電影裏面嘅棱角全部磨平曬，全部切曬，其實就係淹咗啦。留翻一個沒有周星馳靈魂的周星馳電影俾佢咯。有嘅係咩呢？特技呢啲唔係周星馳嘅強項，而演員嘅肢體動作
呢、這個亦都唔係周星馳嘅強項。我再講，周星馳不是詹瑞文。演員的肢體動作那個不是周星馳最吸引我們的地方的，而是他設計的場景，在個場景裡面那種的節奏、對白、小人物和他的互動，這些元素你看在《西遊伏妖篇》《降魔篇》裡面還有沒有？是不是、嗯、你唱兒歌關我差事啊？是不是、啊、即我覺得那個 gap 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思的、哦、是不是？跟著你問那個的、捉鬼那個的、那個、concept伏妖降魔其實是捉鬼的 concept， 但是你跟劇情的推進有什麼關係呢？所有東西都甩了，其實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你面對一個時代的改變的。其實周星星同學會其實不是一個電影的節目的，我覺得是一個集體回憶節目，是一個叫做集體自殺前的回憶的一个节目嚟啦，其实我哋系将呢个变种嘅184探险队嚟嘅啫，只系一个啊，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表达呢样嘢啊。系而80、90年代咧，都系正如第一集咁样讲啦，系一个即系不想记起都不敢忘记嘅时代啦，系嘛？咁所以我都话好简单，上一集我哋问啊金小文，点解用太公部呢个名？然后今日你敢唔敢用太公报呢个名？你睇下太公报嗰三只字系同大公报个报头嗰三只字系一模一样噶。今日敢唔敢用啊？冇人唔俾你用啊，但系你香港人敢唔敢用啊？系嘛？咪攞走咗嗰一点咯。其实香港人已经系系嘛？个太字里边嗰一点已经自己攞走咗咯。好难搞啊，都系咁啊！买 T 恤啦，都系买 T 恤啦，买 T 恤啦。讲到最尾，其实周星驰唔系喜剧咯，我都话。呢樣都唔係喜劇。討論周星馳嘅節目其實都唔係喜劇，其實係悲劇嚟。係，今集差唔多啦。快啲收啦，快啲收啦。再見，拜拜。拜拜，拜拜。喂，俾啲掌聲先得啊！製造啲氣勢出嚟先得啊！拜拜，拜拜。